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。在雅各，也就是约瑟的父亲给约瑟的祝福里面，最后他有一句话说，各式各样的福，天上的福，地上的福，海里地底下的福，各式各样的资源，各式各样的祝福，都给这个与他的兄弟迥别之人。这个人承受这么多特别的祝福，圣经里面真的讲，他承受各式各样，从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，各式各样的丰富的资源、恩典都给约瑟。的确是这样，他那个时候做到埃及的宰相，埃及号称当时恐怕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。你知道，一个外国人到那里去，突然变成宰相，享受一切的资源，法老什么都听他的，让他去管理，让他去治理，所有的资源都在他手上，他享受这么多的恩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一个与弟兄迥别之人。约瑟的人生享受了很多跟别人不一样的福气，因为约瑟是一个不一样的人。我们都很愿意享受那个不一样的福气，但是我愿不愿意做一个与别人不同的不一样的人呢？当大家都作弊的时候，我可不可以说我就是不作弊呢？当大家都去拿回扣的时候，我可不可以说我就是不拿呢？如果我不拿会得罪很多的人，可是我宁可得罪人，我也不做得罪神的事，这叫做与弟兄迥别。我求神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我羡慕得到与别人不同的更多的福气。但是今天神也问你问我，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上面，在我面对我的婚姻，在我面对我的家庭，在我面对我的夫妻关系，我的亲子关系，我的婆媳关系，在我在职场上面对我的人际关系，跟我的主管的关系，跟我同事的关系，跟我部属的关系，甚至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些互动的过程里面，我愿不愿意选择一个只要神有话说，主说了我就顺服，与弟兄迥别。不一样，他的人生与弟兄迥别，他的路径走的那条路与弟兄迥别，他在面对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他的选择也与弟兄迥别。我求主施恩，约瑟享受这么多的祝福，你有没有看到约瑟在每一个难处里面的时候，他都选择不落在那个自怨自艾，在那里叹息说我怎么这么倒霉，我怎么被我哥卖，我怎么那么糟，他没有落在那里，他没有落在那监狱里面说哇，那个女人怎么会这样害我，根本就什么都没做，就来害我。就他如果天天落在那里抱怨生气，那种觉得算了啦，无所谓了啊，过一天算一天啦，我这一辈子就完蛋了，如果他陷在这样的情绪里面，他就不可能在波提法家好好的表现，做他该做的事，以至于成为大管家。他不可能在监狱里面，即便做了囚犯，他仍然好好的做一个囚犯，以至于私狱的人，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，以至于他有机会可以被带到法老的面前。而面对法老的时候，他的进退应对各样都非常非常的得体，他不是一个从监狱里面拉出来的人，那个不，他非常的得体。为什么？他一直选择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反应。求主帮助你，你也正在面对一些困难吧，愿你在上帝的眼中也是一个与别人迥别的基督徒。神要开道路，在旷野无路
之处，虽未看见，他已看顾，他要为与我开道路，他使我引导，令我靠近他怀抱，爱和力量日日帮助，他要开道路，他要开道路，他必在旷野里开道路，引领我，在沙漠中开江河供应我，天地将要飞去，他的话永远长存，在今日他要做新事，神要开道路，在旷野无路之处，虽未看见他已看顾，他要为与我开道路，他使我引导，我靠近他怀抱，爱和力量日日帮助，他要开道路，他要开道路，他必在旷野里开道路，引领我，在沙漠中开江河供应我，将要飞去，他的话永远长存，在今日他要做新事，神要开道路，在旷野无路之处，虽未看见他已看顾，他要为我开道路，他使我引导，令我靠近他怀抱，爱和力量日日帮助，他要开道路，他要开道路，爱和力量日日帮助，他要开道路。